味精。心中理想化结局，儿时传遍天人情，三界梦境永未绝，此地众生何休息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五经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经大学所有现时同修代表，咱继续甲各位讲解《金刚经》。咱来看这个经文，讲咱人依七宝啊，来满你所七宝安呢？哦，和咱归处境的是啊，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啊，依用布施啊，那得福济啊，少得福多啊，啊，佛所不。释菩提啊，释菩提眼呐，足济足济足济，咱那伊我来想嘛是共款啦。咱贵经处现在千年大抄，你个真贵经嘛是足惊人个呢。那大陆常常听到讲，啊，一挂官员因为伊个姻缘关系，所以足侪时个，也毋敢提起，要回出外国，嘛毋知要哪回，也毋敢回。啊，有一天火烧厝，把火烧嘞。人家发家个拍火，才发讲后壁另外一间诶，啊，规间拢藏摩，迄个钱有摩特当诶头去遐钱，啊，才出破这个问题，所以迄叫做无常。你卡侪钱卖你美金，归出金，嘛是无常啊。啊！你若无咧命，无咧运，嘛会无去啊！啊，这拢是咱世伫世间又违法又违法，咱有教养，存是足重要诶。存钱咧，就是无烦恼。啊，有教养，搁爱存一寡钱诶，咱就无烦恼。但是比这个更加重要的，咱爱有智慧。啊，福车就是平安之神，所以福以咱易经来讲叫做朱孙敖。啊，朱孙敖就是福，福个传承，传承。你有福，赚较侪钱，啊，咱就感觉有一个希望。那咱一个师兄，伊是做事业真拍拼，有发财，啊，所以伊生囝，啊，伊后来搁较拍拼，啊，那么生孙呢，哦，伊只对孙搁较好，常常讲，这是我财产的继承人呢，
哦，无甲巴结的袂使咧，甲伊个孙啊，讲无甲巴结袂使咧啦。吼、哦，这当然是讲生笑的啦，这着福神。啊，因为咱就是信徒思想，啊，伊嘛是经济还算可以，食饭无问题，但是翁仔某身体真健康。透早就去运动，啊，囡仔咧，两个咧还不错，所以讲我这世人上幸福就是这个时阵尔。我算咧，师傅，我唔知我都继续爱偌久吼。哎呦，这道理是足有道理哦，会当继续爱偌久？一个人是无常嘛，我讲你要找你永远呢。你的幸福光明，你爱修行，参加咱宗教的团体的修行，好好修行，你就我的拥有，永远会当保持你的幸福。啊，所以听到我安尼讲呢，伊就有所感想呢，伊就去参加啊，咱台中佛教联社。也修行有缘，就来这甲看看咧。啊，这讲哦，师傅啊，我较早拢唔知来直直拼，拼较稳定啊，囝大汉啊，唔知要创啥啊。所以咱爱修行，这就爱找到咱心灵安顿、心灵的一条路。咱身体。无用的时，靠一个金银财宝嘛无效。啊，身体用用，咱生活无问题啊。佫较重要，爱知佛法，爱知道，道理人人捌，佛法人人拢有，所以知影咱灵性是安怎来。知影咱灵性的安顿伫倒位，你要安顿灵性，读经、诵经、念咒，啊，所以佛教，我咱这咒咧，啊，八节波罗蜜多心经，咱用着念，在日本，啊，宗教因是。将心经作为一个人每一天透早起来，暗时或者中昼固定的啊，一日三个时阵的诵经、念经、波罗蜜多心经，那是咧安咱的心灵，啊，心灵的安顿。只有靠经安顿尔，唔是钱财安顿。啊，回想到美国初咧，啊，咱台湾四块四万换一块的时，啊，你较侪钱，一斤时时咧变化，四万换一块，真无简单，欠一百万，剩两块半。身体好，心灵也要安定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，为心信教，尊天法治，为所以王禅老祖道家出版叫咱爱修行，咱若早暗八节波罗蜜多心经，你家己好好念，你会安宁。那么在现在咱的教门，王禅老祖所传授《贵国先师天地经》，啊，咱一辈的人真济，咱台中市啊，原来刑警大队啊，一位大队长啊，郑队长啊，伊。后来也成为主任秘书，
啊，因为伊原来伫宜兰做过刑警队队长，啊，那伊真足尽心，啊，结这个缘呐，我你再想起来，就念心经，到一段时间呢，伊就自然就天都生出来，伊就愈读愈欢喜，所以十分钟。念一遍，啊，然后背诵。那伊退休以后呢，啊，伊就再起起来，啊，《天道经》《天德经》《天公经》呢，啊，伊就认真渐渐坐咧四十五分钟念四遍的《天德经》。啊，伊每一天我来经过已经六年啊。师父这六年来，我家来足平安嘞，足和谐。我心灵嘛真充实，我感觉我的心情足快，未讲为着小小一件人的代志斤斤计较。啊，我当然是原谅他人，我每一次原谅他人了，我感觉足有福气的。啊，卖多计较嘞，用家属啦。人人会念经，啊，念天德经呢，那么我警察会怎啊无饭好食？因为啊，社会人人会念天德经，开发人性，就免警察了嘛，对不？免警察啦，那么你就专业嘛，专业嘛，安尼个无？哦，所以那个鼓励人天德经修长。你念八节菩提蜜多心经，心经呢？安尼来，真未平安的人，心灵真空虚的人，你念心经，你会得到无上的欢喜啊！这就是福，所以福是对道来，道是对修持来，修持对圣人佛所开示的真言而来。真言原来声声句句、字字句句，拢伫咱的心灵之中。所以咱也无这个经验的人，你就发觉讲，念经无啥。当你念一个习惯了以后，你才会发觉讲，哦，我的智慧会开启，啊，我的信心。会开发出来，我的力量会产生做代志的力量，所以我一只咧啊，勉励咱唯心弟子啊，咱家己一定爱多念经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你念经，那无只你念咒嘛可以啊，你将金刚经内面所有内面你找四句偈。你也要出来做你的真言来念的时，那你嘛是安顿心灵。比如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也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一切有为法，世间的所有的代志拢是有为法的，人去创造出来，人去设计出来，人去讨论出来。啊！的产物如梦幻泡影，那像迷茫呢？啊，真紧就无去啦！哦，所以咱若会晓念四句偈，任何一个四句偈，或者咱的法门啊，阴阳是我最中心，可惜天地难分明，若有真心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，四句偈。你时时都念，念好习惯，那么你的内在、你的心灵，你就会开发你的智慧、你的力量跟信心啊啦。所以老祖师尊，哦，给咱真济真理、真言的妙法，这拢是咱创造福报的一个途径，的一条路。啊，尤其咧。最近老祖所开始
啊，七位天师，各位咱的命卦，每个人拢有真言。啊，只要你时时刻刻你爱念家的真言，会改变咱的法相。啊，咱的真言天道经，啊，那么嘛是每一天王。啊，你若会记哩，每一天王伊的真言。嘛，会上把咱的灵性的光辉，佮开发咱的光辉出来，这拢是创造福报的妙法。所以有当时啊，讲咱要帮忙人，这是咱的荣幸，咱的光荣，咱的福气。但是你爱用信心啊，诸佛菩萨所开示的真言，为众生、为你的亲人、朋友开示四句，这里有哪有四句为你、为人开示的事，为人说法啦、啊？哈、啊，你这福气无限啊，福气无限！啊，曾经咱有一位老信徒啊，在台北，啊，因爸都那九十外岁啊啦。九十外岁咧，啊，都食饱营养，无头路好做啊。有一天，因囝啊，都来到大安寺啦，来讲师父啊，我爸爸九十外岁啊咧，啊，身体还可以啊，但是咧，一直感觉暗都暗念啦。啊，我那食啥人先倒来，都叫我来念念的，伊才过瘾啦。哦，所以行到因三四个兄弟仔咧，三四个囝含孙啊，倒来拢唔敢看到阿公啊。哦，啊，愈看袂着，哦，阿公咧，阿祖咧，愈熬念啊。伊讲唔知要安怎啦。就简单嘞，啊！你去佛祖，我嘞随上一关佛祖，啊！叫伊念阴阳如我最中心，可惜天地难分明。然后真心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，直直念叫直直念。啊！跟这个嘞吼，伊就等下因阿爸咧讲，阿爸念念咩嘞？啊！就较袂熬念啊，但是讲哦，原来吼。真的，因用在我最相信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即马少年人拢会惊老的，少年拢不爱老的啦。哦，哪是看到我，哪是看到鬼啊？真是鬼国主啊！伊个刚看到哪是鬼啊？哦，老遐都歹念嘛呢？啊，那个师兄，我第二次上课都过去啊，师父啊。我爸佫原来看到鬼啦，哦，所以伊袂去念嘛啦，啊，我呢度无忘叫念阿弥陀佛啦，啊，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啦，啊，等下叫老爸念念念咧，就又开始讲咩啊啦，你来爱我死啦，袂正叫念阿弥陀佛啦，叫念卡尾佛啦，哦，你爱我死呀、啊？哦，我都开始唔过唔念啊啦，那系啊咯，这愈念愈严重，啊，我要是甲讲，等下叫恁爸爸甲解释啦，阴阳是我最中心啦，哦，那可惜天理难分明啦，啊，若有真心归国主啦，啊，你爱把顺便因师父的归国主啦，哦，你爱要念归国主。啊，个一出天下定太平啦！伊若出来的时吼，天下就太平啊啦！哦，等于甲因爸爸安尼讲，因爸咧，原来就是咧听广告，咱早期的拢会听广告嘛，听鬼谷子的故事啊，哦，变变叫的土剑公啊，孙膑啊，判官啊，萧衍啊，鬼谷子啊，苏秦张仪啊，哦，的师傅啊。哦，一听到鬼谷子，就是孙膑的师傅，袂啊啦！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土剑公
我要来念几个字啊啦。所以等于呢，甲因爸爸咧讲，因爸爸咧都认真念四句偈。哎，念念念念一阵咧，无偌久啊咧，开始讲为拢讲四句咧，讲四句咧。原来因爸爸无啥物读册，九十通岁啊嘛，啊，所以伊就念四句偈，啊了，伊会讲四句咧。啊，这个子孙啊，结果因个子孙啊，真爱当来。看因爸爸，因爸爸拢会用个甲讲古、讲过去，啊，古早人个古，啊，故事，而且都出口成章，这就是开启咱人个大智慧。因爸就开始变咧牛牛念嘛啦，所以各位同学啦，恁拢会老个，恁拢会做阿公啊，恁会做阿婆啊啦，哦，阿公阿婆咧。咱都莫想牛牛念啦，阿孙啦、囝啦、查某囝买去烤地转来，你就讲甲乌鲁好食嘿。你若讲啊遐歹食，阿摆你就脑损啦啦，对无？哦，啊你若甲嫌，阿摆就袂瘾啦啦，互你做孤单老人，你就无伴嘛。我相信咱维新弟子、维新家庭，哦，咱有智慧。啊，咱都讲多念佛，多念咒。一位成功的家庭的，甲成功的事业后边有真正有修行的老爸老母，啊，会长做，才会才能平安顺遂。阿爸咧，你爱要念佛，修福，哦，来护这个家庭，这子孙啊。有这个福气，啊！咱台湾有一个案例，啊，就是这个菩萨呢，生九个囝，拢后生。啊，细汉，遐囡仔上细汉的生了，红色就往生呀。啊，一个查某人要，啊，生九个囝是无简单呢。后尾因为一个老和尚，阿弟庙里大儿发愤时的老和尚，知影这个代志咧，啊那这查人那拢去，囡仔妈妈去共洗衫，伊拢在香炉边叫人教人念佛，一面念一面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弟弟，家己认真认真念。囡仔真平安大汉，啊！囡仔来拢是真正啊乖，打拼，所以啊，这查人呢，菩萨呢，这囝饲大汉了，这教的囝呢，真认真创造事业是台湾，啊，这个莫大，一个大企业，啊，这是啥福？点即福点，多念佛。咱做人是大人，咱也多念佛，回向佛家囝，回向佛祖先，啊啦，回向咱完成借助，啊，依法来回友，依法来回心，依法来回佛，啊，这呢，都会创造一个和谐、平安、幸福的人生啦。祝福各位。2017儿童快乐学艺经夏令营活动开始报名喽！